第四個星期啊！係啦，咁我哋咧繼續咧去邀請咧啲大哥哥大姐姐咧，咁啊係同我哋去分享詩歌啦，咁樣咁係啊報完你啊英俊瀟灑嘅報完你咁樣。因為佢有個俊字。哦，我都認錯。子俊咧係俊嘅，係真係俊嘅。不過除唔咗口罩俾大家睇，所以係啦，遲啲睇。啊，翻基督徒聯軍或者會見到啊。周 Sir 係啊，周 Sir 有啲咩教我哋咧？唔係要俾佢介紹一下自己先嘅，好，係啊，咁我係子俊啦，咁我咧翻基督少年軍97分隊嘅，係啦，咁平時喺度禮拜五咧就應該會喺教會度見到我噶啦，嗯，係啦，咁我仲有翻加利利成長班，係全職班員嚟嘅，班員，小朋友都係全職班員啊，好，咁阿周 Sir 可唔可以教下大家啲？暴躁啊！哦，好，誒，係啊，咁，係咯，好，咁我哋咧而家試下雙手擺後面先，小朋友都可以跟住做嘅喎，嚟嚟嚟，係啦，咁咧第一個就係 Scott Attention， 係啦，咁我哋就平時會做嘅嘢啦，跟住之後咧 Salute to the front，Salute， 喂，嘿，喂，跟住就好，係啦，有兩個嘅 command。好，咁我哋真係再做一次。我哋 comment， 好，再一次先。係啦 ，Scott attention，salute to the friends，salute。喂，係啦，小朋友 OK 都可以玩。係啊，係啊。嗯，好，咁啊，阿睇咧，有啲關係嗰個咧。係有啲關係。大家好啦，我是 Carmen 啦，咁我都係加利利成長班嘅全職班員嚟嘅。佢哋強調佢哋係全職班員，出席基本嘅係好重要嘅，係啦，冇錯。小朋友都係啊，記住要出席啊，網上或者實體都要出現啊。阿周太，你有啲咩興趣啊？可以話俾小朋友聽咧。興趣係整蛋糕啦，種下嘢咁樣啦。哇！你哋會種啲乜嘢？種啲咩咧？我哋會種好多有。椰子啦、牛油果啦，仲有一啲香草咁嘅嘢可以煮嘅。種椰子喎，咁我哋椰子食啦，我哋。同埋有棵椰子樹咯，要等好耐先。但要等好耐。係啊，而家佢得咁高啫。好。係，仲係 B B 嚟嘅。OK。應該睇到㗎啦。好。好，咁咧，你哋會帶一首詩歌俾我哋分享喎，係咩詩歌咧？是歡笑感恩啊，係啦，希望大家除了戴住口罩之外，都可以帶住呢個歡笑感恩去讚頌我哋嘅天父。好啊，我哋一起唱啦！有唱歌，有拍手。感恩，咁啊知道你哋係結咗婚冇耐啦，幾多個月啊？4個月，4個月，好新鮮。好，咁就問下啲問題啦，問下周生周太啦。咁啊，你結婚之後有啲咩歡笑開心嘅回憶啊、經歷啊、片段啊？最開心啊！最開心咪就係日日都可以食到佢煮嘅飯啦，飲到佢煲嘅湯啦，係啊，真係最開心。咁有啲咩嘅？周太煲咩湯噶？飯啊，餸啊，係咯，介紹下俾我哋。係介紹下俾我哋小朋友去流口水。佢蒸肉餅啦，蒸肉餅好好食啦，係啦，煎牛排又好好喎，不啱啱好，係啦，又唔會太熟啦，又唔會太生，係啦。好專業，好專業。係啦，幾多成牛排？牛幾多成熟嗰啲係咪啊？係啊係啊，五成熟、7成熟咁樣。我哋通常食係啦。哇！係啊，真係好好，好好味好似。但係都係仍然咁 fit 喎，仲可以。係咯，係咯，
因為你成食咁多嘢都仲係咁。哦，因為食飽先有力去做運動啊嘛，咁食飽咗咁，所以就成日去做運動咯。哇，做啲咩？做啲咩運動咧？你可以嚇咁瘦嘅？因為我比較百厭啊，所以我成日通山跑啊，係啦，咁啊，係啊，成日就去唔同地方啊嘛，去跑唔同嘅山咯。係啊，後生咁啊會跑。最近咧，最近跑咗啲咩山？幾耐到啊？最近我試過就係由西貢跑到去大帽山。大帽山哇！係啊，咁就 HK 一百係咪咁嘅？就係呢個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由西貢跑到大帽山就100公里嘅，係啊，100公里，係啊，犀利犀利。即係由西貢跑到去大帽山就100公里。係啦。啱啱好，咁使唔使瞓覺㗎？冇瞓覺㗎，一路行住，一路 keep 住。我嗰次就18个钟头多啲咯，係啊，咁啊一路 keep 住喺度跑，係啊，真係18个钟都跑㗎，係㗎係㗎，哇，係啊，唔使休息㗎？冇得休息㗎，我有得休息嘅，佢中間會有好多checkpoint 嘅，咁嗰啲checkpoint 你就可以斟下水啊，食下嘢啊咁樣，即係停一停，係啦係啦。阿太咧，有咩開心？有咩開心嘅？應該講行山嗰啲。佢嘅開心嘢。係啊，開心嘢行山。有話開心就係我哋上年可以好順利咁搞舉行咗個婚禮啦，跟住咧可以改姓啦，變咗個名。係啦，即係結咗婚同未結婚嘅分別就係可以改咗個姓啦。女仔啊。係啦。冠以歡姓啦，係啦，冠以歡姓即係點咧？即係你而家叫做周咩咩咩咧？周王惠文。哇！犀利啊，係咯，就多咗個姓。嗯，非常好，非常好。好，好，好。好似話你哋會煲湯喎，係咪啊？係啊，係啊，有啲家傳秘方。可唔可以家傳下啲家傳秘方俾家長啊小朋友去？但係又唔好講喎，俾啲提示大家。我哋煲嘅湯咧係唔會落肉嘅，即係咧平時出邊嘅湯會落豬骨啊，或者落其他肉啊去吊下味嘅，但我哋咧就唔落肉嘅，我哋咧就會落一啲彎形嘅嘢。咁咧第係兩個字嘅，第一個字咧就係呢、這個。咁咧大家可以估下我哋會用啲咩秘方去去煲湯。代替咗肉啦。係代替咗呢個肉。肚腩。係啊，豬腩肉。咁我哋家傳秘方，咁啊周太係唔會咁輕易話俾大家聽嘅，所以大家自己估下啦。冇錯冇錯。咁我有好多歡喜嘢。係啊好多歡喜嘢啊！不如咧，我哋再唱多啲首歌啦，咁樣我哋歡笑感恩，多謝天父俾我哋好多開心嘅嘢啦。马婉婷姐姐咁啊，为我哋讲圣经嘅故事，我哋咧听佢嘅故事啦。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系婉婷姐姐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故事咧，系嚟自路加福音2:41-46，系有关咧耶稣细个去圣殿嘅故事。话说咧，耶稣嘅爸爸妈妈即系约瑟同埋玛利亚咧，佢哋每逢逾越节嘅时候咧，都会去耶路撒冷咧去过呢个节日嘅。喺耶稣12岁嗰一年咧。約瑟和瑪利亞都帶埋耶穌一起去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當逾越節完咗之後，約瑟和瑪利亞就起程和耶穌一起去翻屋企。但係點知走嘅時候，耶穌留咗喺耶路撒冷，而約瑟和瑪利亞一起行嘅時候，竟然發現耶穌唔見咗。
唔知小朋友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呢？啊，點解小朋友走失咗，爸爸媽媽都唔發現㗎？哦，原來咧係當時嚟自好多唔同地方嘅猶太人咧，佢哋喺完咗逾越節嘅時候咧，會一齊離開耶路撒冷，然後咧先再各自翻屋企嘅喎。所以咧，當時會有好多親戚朋友咧一齊行。約瑟同埋瑪利亞咧就以為耶穌咧係同佢啲朋友仔一齊喎。點知行咗成日，約瑟同埋瑪利亞咧都冇見到耶穌。啊，於是佢哋就喺人群裏邊周圍揾耶穌啦。點知揾極都揾唔到喎。跟住佢哋就好擔心，好擔心，唔知耶穌會唔會俾人捉咗咧？跟住咧，佢哋就即刻跑翻去耶路撒冷，就去揾耶穌。啊！他们足足找了三日，他们才找回耶稣。原来当时耶稣在圣殿里面，当时原来在圣殿里面有些很熟悉圣经的老师在教导不同的人，耶稣就坐在那里一直听一直问问题。小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好像耶稣那样去了一些地方不舍得走，又或者有时候很专心地做功课或者温紧书的时候，连身边的人行开了你都不发现。就好像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耶稣看到原来圣殿里面是会有人教圣经的，他就很专心很专注地坐在那里听。其实这样是因为耶稣他很想明白上帝多一点，他很想去学习圣经，明白上帝讲些什么。就是因为耶稣这个这么认真学习的态度，圣经他形容耶稣的智慧和他的年纪一起这样增长。不知道小朋友呢，你们会不会好像耶稣那样很喜欢看圣经，又或者你们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呢都会去问爸爸妈妈。其实呢，婉婷姐姐去看圣经呢都觉得很深奥的。好像我这么大个呢，我看圣经呢都会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不过我们不需要灰心的，我们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可以问一下导师，还可以问一下传道人，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而更加更加重要的呢，是我们可以向天父祈祷，求天父去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去明白圣经，去读好圣经。婉婷姐姐相信，当我们很努力地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好像耶稣那样的智慧和年纪都一起增长，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小朋友呢，你都说，啊，我好想好想好像耶稣那样，能够这个智慧和年纪都一起增长。如果你愿意的话，婉婷姐姐都想邀请你在现在跟我一起祈祷，去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喜欢读圣经，又能够读得明白圣经。天父，多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经，让我们透过去读圣经能够明白你。有时我们都觉得读圣经很难明白又很闷，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像耶稣那样，有一颗愿意读圣经、喜欢读圣经的心，又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能够读得明白。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向爸爸妈妈、向导师去学习。天父啊，多谢你，多谢你常常都听我们祈祷，多谢你很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好啦，各位小朋友，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